大家好，我是海叔，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海叔就和大家聊一聊我这个第一次去美国，在这个和平门过境的这个经过啊，供这个大家以后如果要去美国的话呢，可以参考一下。那么在开始讲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温哥华的天气。今天呢是10月4号，那么温哥华呢已经进入秋天了，但是呢白天气温还非常暖和。像我的话呢，现在穿一件这个防风服，它不保暖啊，然后里面就穿个短袖就可以了。那么其实今年的话呢，这个温哥华的气候呢反正蛮奇怪的，这个上半年的话一直到6月份都冷得要死，7月中旬以后才开始热起来。这跟前一年跟2021年是完全相反的。2021年的时候，温哥华的6月份是简直是这个热到了这个历史的最高峰。所以现在呢还说很担心啊，温哥华会不会下半年很暖和啊，到现在也没怎么下雨，所以很有可能今年这个雪季啊不会太理想。如果你拿中国护照在加拿大生活，那么你要去美国的话呢还是要办签证的。那么办签证的话呢，可以在美国的这个领事馆大使馆去预约，这个蛮难约的，坦率讲。我们第一次约的时候呢是约到了1年后，但是有一点好，就是说你可以不停的刷着刷着，它这个就空位置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呢是这个到多伦多去办的美签，因为这个温哥华的刷不到近期的。然后是8月份的话呢，我在多伦多呢这个美国的领事馆办下了这个签证啊，他问的问题也蛮简单的啊，那么给的呢是10年的这个美签。然后的话呢我就开始准备第一次去拜访美国。那么出国时间蛮长的，但是的确没去过美国啊。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比较懒，知道吗？觉得要到上海啊、北京啊这些地方去办这个面签，总觉得很麻烦，所以呢一直没有办过美国签证。那么到加拿大之后呢，原本以为就是说在温哥华就可以办，没想到呢，结果这个在网上要预约嘛，然后可能是因为 COVID-19， 反正预约时间都蛮长的，通常都1年以上。不过你可以不停的刷着刷着呢，就会碰到一些空档出来。那么海叔呢，这个刷到的是在多伦多啊，比较近，有个空档，8月份，所以呢就开车去了这个多伦多啊，把这个美签办下来了。那么你在拿到美签之后，并不是意味着你就可以直接进入美国，你还必须呢到美国政府的网站上呢，填一个 EVUS 的表。那么这个表的话呢，你填完之后的话呢，一旦他批准了，2年内你就不用再填了。那么海叔填完之后呢，当时的提示信息呢是48小时会有一个结果，但其实呢我过2个小时上去看就已经批下来了啊，所以这个还是很方便很快捷的。那么海叔呢是选择呢在和平门用陆路的方式呢入境美国。我是呢这个早上7:30到和平门的啊，因为当时听说这个那个关卡的话呢，这个车流量很大，要排队啊，所以我去的比较早。然后呢它的英文名字是叫 ARC， 是 Peace ARC， 是个和平拱门。但实际上到了之后呢，我没有看到一个拱门，我只看到一个那是像凯旋门一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建筑啊。那么海叔到美国海关的时候呢，这个前面大概有个7-8台车吧，等了大概10分钟，还是挺快的啊。那么你第一次入境美国的时候呢，他会要你填一个表叫 I94 啊， I94 的表，然后还交6块钱。这个表的话呢，这个可以有个 APP， 你可以预先填，但其实呢没有必要啊，因为呢你进入海关之后呢，他会问你对吧？如果他发现你是第一次进入美国，那么他会要求你呢去这个海关大楼啊，海关大楼。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因为我去很早嘛，那个海关大楼反正也就是我前面大概1-2个人吧，很快就轮到我了。然后他会问你几个问题，也就是说海关人员会帮你填这个表。你只要回答他的问题就行了，回答完之后他给你一张单子，然后你去交钱6块钱。那么海叔呢前面有一个视频就是讲去美国加油的啊，那是我第二次去美国啊。那个视频呢就有朋友呢在下面留言说每次进入美国都要交6块钱，这个不值当。这个呢可能就是个误会，因为这个 I94 的表你填好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有效期，那么通常是半年，那么也就半年内你在入境美国的话呢，你是不用再填这个表，也不用再交这6块钱了。那么有这个表的话呢，你应该是在美国可以一直待满到这个期限啊，像海叔拿的 I94 表得到期限是6个月嘛。但是有一点是这样的，你其实看不到这个表，也就你只有一个交费通知单，你交了钱之后呢，你并不知道你这个 I94 表的结果，就是你能在美国停多久。
所以呢，你要下一个 app 啊、是美国海关的一个 app。你下这个 app 之后呢，你输入你的个人信息、护照信息，你可以查到你的这个 I94 的这个表的结果。那马上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打印出来，下次入关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打印出来表给他看，那么他查起来就很快了。关于这个美国海关的这个 app 呢，海叔再讲一下，它很有意思，就是说呢，它就有一项叫做报告离境。当时海叔看到这个的时候呢，已经离开这个美国了，然后回想了一下我在美国陆地离开的，通过陆路离开美国的时候呢，没有经过美国海关，所以没有报告过我已经离境了，也许加拿大海关会通知美国海关， anyway 我不知道。所以我一看这个功能说吓了一跳，想赶紧补报一下吧，然后就点了一下，结果呢提示这功能还未开通。那么拉到 I94 的表交完费，那么海叔就出去了，然后开着自己车就正式进入美国了。那么进入美国的话呢，我的目的地呢是西雅图，是见一位中国的老朋友啊，因为他马上要离开美国了，所以呢我就赶去见他一面。那么行驶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啊，那么有一个很不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是限速牌。那么他这限速牌呢，一开始出现是30，然后是60、70。你要知道那可是高速公路啊，所以海叔一下就懵了，不知道这个速度到底什么意思啊。估摸了一会儿呢，才琢磨出来这应该是什么，是迈，不是这个公里啊。还好呢，我的这个驾驶盘上面呢有一行小字，它大字呢是这个公里数，小字呢是这个英里数啊。我换算了一下，大概一英里的话呢，你可以乘个 1.5 吧，也就是当它限速60的时候，你公里数开到90是开到90左右啊。那么30的话呢，大概就是40到45公里啊，这样的时速啊。那么过了这个海关之后，上了美国的高速，虽然是靠近国界，也是很早，大概也是7点多8点钟嘛，但是呢这个车流量明显比这个加拿大这边要高很多。然后呢可以看出来呢，在美国那一侧的话呢，在华盛顿州基本上是一片绿油油的啊，没有什么大城市。这个但是小镇的密度呢感觉还是蛮高的啊。然后海叔怎么讲呢，就是说虽然他美国加拿大应该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是你还现在美国的高速还是能明显的感觉出跟加拿大高速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呢我不太好细说，反正就感觉上的啊。除了这个限速牌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休息站上面这个招牌，因为每次到休息站它会有提示嘛。就是说在加拿大的高速公路的这个休息站的这个广告牌上面呢，肯定会有一个就是说 Tim Horton， 但是呢在美国 Tim Horton 就消失了，嗯，那么取而代之的呢就是星巴克啊、麦当劳。不过在加拿大你也可以看到星巴克、麦当劳出现在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休息站的这个广告牌上啊。然后呢海叔呢在中间呢加了一次油啊，加油的时候呢想享受一下美国的油价，然后呢就开到加油站一看，哦，这个4块多钱，这很明显不是每升的价格。后来查了一下是加仑啊，一加仑大概相当于3升左右的这个升的这个单位吧。然后呢，我又在 Google 上面呢，我也看到呢，当我搜这个加油站的时候，它会告诉你各个附近加油站的这个价格。我发现最便宜的是3.9块多，然后我当时在这个加油站呢看到是4.5块，所以我想这个价格差的有点大嘛，也许这个越往市中心走，人多的地方可能这个价格会便宜。所以我就没有加，看了一圈之后我就继续往前开。实际上呢是犯了个错，因为呢这个美国啊跟这个加拿大接壤的地方啊，它那大部分小镇做的生意都是加拿大人的生意，所以呢越是靠近加拿大它的油价越便宜，你知道吧。很多加拿大人入境美国就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加个油。当然了靠近加拿大边境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奥特莱斯，所以呢就是说大部分加拿大人他通过和平拱门之后呢，他并不去西雅图，他就是在加拿大加个油，然后去奥特莱斯采购点东西，然后就回家了啊。那么呢我呢是直接开到了西雅图。西雅图呢我也没怎么多玩，因为我朋友呢约好了是去他们的奥林匹克山。奥林匹克山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公园，其实它跟温哥华是隔海相望的，跟这个温哥华的这个 Delta 还有这个温哥华岛这三个之间呢基本上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的感觉啊，互相都可以在海上望得到。因为这个因为温哥华岛是一个山区嘛，然后这个奥林匹克公园也是看山区啊。当时我朋友跟我说站在奥林匹克山顶上能看到中国，我说那不可能，能看到夏威夷就不错了啊。不过那个地方的确蛮高的，最高点的话呢好像还有一点雪啊。那么从西雅图开过去的话呢又开了2个多小时啊。
那么进山之后的话呢，这个可以看到很多的营地啊，而且最有意思，我还看到一排这个储物柜啊，就是说仓库吧，仓储的一个中心啊。我说怎么放得那么远？当然，肯定就是原因就是便宜嘛，就是你放在仓库的东西可能长时间不用，所以呢，他就干脆建在了这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没有人烟的地方啊。在温哥华的话，你要找一个仓储的这个库房啊，价格蛮贵的，我算过的啊。美国那个呢可能便宜一点啊。那么应该说奥林匹克三公园的话呢还是蛮漂亮的，非常大啊，开进去就差不多一个小时，从这个西雅图开到他们这个奥林匹克三的那个山边边上的话呢也差不多开了这个一个小时，总共加起来的话两个多小时啊。总体感觉呢，西雅图这个城市呢反正跟温哥华比起来的话呢，感觉又高了一个档次。感觉城市建设的非常的这个有品质感。道路呢维护的都非常好，不像在温哥华这边道路经常怎么样坑坑洼洼的啊。你到了居民区呢也没有那种路边啊那种杂草丛生的感觉。因为在温哥华，尤其在温西，虽然是富人区啊，但是很多条街道你开进去，你会觉得到了农村，你知道吗？就是说在温西很多街道你会感觉到了农村的感觉，就是说它路呢不是很宽，然后路边上的这个草地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维护的水平非常差。但是呢在西雅图没有这种感觉，总体上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规划的非常好，维护的非常的这个细致啊。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在他们居民区啊，很多居民区是在山区，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你知道吗？就是山野里面走着哎出现一片房子，然后你再绕几个山路，又出现几套房子啊，就这种感觉。那么回来呢，我说当天就回来了，没有在西雅图过夜。我到了海关的大概晚上10点钟，即便这样的话呢还是排长队啊，等了大概有20来分钟吧才进入海关。那么在这个你回到加拿大的时候呢，海关最关心的就是你买了什么东西没有。当然还说什么都没买啊，所以呢就顺利的过关了啊，然后呢再开车回家啊。总体上来讲的话呢，你从温哥华去西雅图，你当天去当天回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海叔大部分时间是浪费在了这个奥林匹克山。那奥林匹克山呢，还是很美的一个地方，只不过呢，就是从温哥华过去呢，意义不是很大啊。那么这呢，就是海叔第一次入境美国的一个整个的经历啊，因为路上开车，挨个过海关呢，你也不能这个摄像，所以呢，就没有留下太多的隐私资料。那么海叔的微信号呢是 tostudy99。那么如果你要来加拿大学习啊，或者送孩子来留学，欢迎呢这个跟海叔联系啊。那么今天我的节目就做到这里，希望对大家呢有一定的帮助，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海叔的频道，留个言，点个赞，转发给更多的朋友。好，谢谢大家。